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我家后院昨天晚上我的这个阳台上出现的一个动物，我原来没有见过。本来这是我给那个野猫喂的食，本来这是给野猫喂的食，结果这么引来这么一个不速之客。大家看看这个，我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因为我后边就是原始森林，所以经常有一些动物出没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动物？它也不怕人，我这敲窗户、敲门，它也不，你看它就回头看着我，它也不害怕。我一敲门，敲门它就回头看看，然后就接着吃。我想出去。估计到时候怕它咬人，看看还看着我，一会儿吃，我想给它吓走，因为我不想给它吃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动物，我都不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走了，这因为我要开门出去，希望它不要再来了。